今天中午12:11左右，本分局获报，在本辖的大顺南平路口发生一起轻轨与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。经现场了解，是63岁的吴姓自小客车驾驶，他从大顺一路西往东行驶，在大顺南平路口时，疑似要左转，跟轻轨发生碰撞，造成轻轨第一节车厢受损。那现场无人员伤亡。那另外双方的酒测值均为零。那本案的相关的肇事原因由交大做进一步的厘清。那整起交通事故本分局在17分钟迅速排除恢复交通。